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9月3号，我们来到一个叫青木川的地方。青木川是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的大山里的一个小镇，行政上属于陕西省宁强县，离四川省广元市很近。这个小山村位于深山之中，虽然交通不便，但是这里的自然风光却是十分壮观的。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，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故事也是非常丰富的，还有独特的文化和民俗风情。我拍照被他发现，我连忙关掉相机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洗个脚有什么好拍的吗？他不依不饶，我连连后退，不敢接话。街上有些房子的历史不算短，眼前的这栋房子就是。您这房子很有历史了。青木川的居民都是原住民，每家每户都在自己的家门口摆摊设点做买卖。这送上门来的生意的却让这些大山深处的居民们渐渐富裕了起来。这一眼望过去，家家户户都是商铺，卖什么的都有。这些字都是最近几年又重新刷上去的。风行草偃，大部分是本地的一种用核桃仁为原料做的饼，算地方小吃吧。我也尝了一口，并不怎么样。青木川四周都是高山，镇里的水是引自这些高山之上，常年不歇。镇上的居民可以享受到纯净甘甜的水资源，不再需要担心水源短缺的问题。这是有毒蛇吗？无毒蛇。这是个胎把蛇，四了。我的妈！四了，是的，我的。
青木川位于陕西省的西南角，陕、甘、川三省交界处，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古镇。古镇发轫于明朝中叶，成型于清朝后期，鼎盛于民国，是汉羌杂居地。跟随我的镜头，大家也看到了一条回龙昌古街，从南向北把小镇拉得悠长，犹如弯弓一般。阴街的南端的有古青树，故得名青木川。青木川是一块美丽、富饶、神奇的风水宝地。著名作家叶广岑的小说《青木川》就是写的这里的故事。青木川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怎么突然一下子就火了呢？这跟一个人和一部电视剧有关。2014年，一部名叫《青木川》的电视剧开始播放。青木川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魏辅堂的人，这也是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。这里是魏氏宅院，在介绍魏氏宅院之前，还是先来看看魏辅堂本人吧。魏辅堂，1902到1952，原名魏元贵，青木川魏家坝人，任过团总、区队长、自卫队长、宁强县独立自卫大队长、宁西人民自卫总队长、川陕甘联防办事处副主任等职。他在青木川独霸一方，且私藏武器，私种大烟，私设公堂，人称土皇帝。但魏又常行善举，这些客观上对当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。1952年4月27日，宁强县法院以恶霸杀人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，并解回青木川处决。1986年4月，中共陕西省委将原国民党宁西自卫总队定为投诚部队，宁强县委对魏案进行复查，后宁强县法院对此案重审，认为魏解放前虽有历史罪恶，但解放后未犯新罪，且向政府缴械投诚，属投诚人员，故撤销1952年的刑事判决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魏家大院是魏辅堂当年生活和处理政务的地方，由二进士、新、老两宅组成，两宅相对独立又连成一体，俯视成田字，占地2000平方米。老宅建于1927年，新宅建于1932年。宅院前是小桥流水、鱼池、凉亭、北凤凰、南龙池两山雄峙，有凤凰遥对鱼龙池，神仙居树度年华之赞语。新老宅院珠联璧合，宏伟壮观，是青木川标志性建筑。这位是魏树武，是魏辅堂的长子，生于1945年，其父被枪毙时他只有7岁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也只有21岁。他还有个弟弟，他母亲是瞿氏，也是青木川人，2005年去世。村里人经常当着兄弟俩的面说，当年枪毙你爸的时候如何如何，可以想象一下这兄弟俩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。魏树武现年78岁，没有退休金，但身体看上去还行。这是魏树武的亲笔签名，落款日期2023年9月3号。
民国时期就已经明令禁止烟馆，但青木川这个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界，烟馆一直持续到1949年。大烟馆。